你俩今天真的像亲子装，这话你怎么说出来？男人帮哥带亲，这么多东西我心花都开了。番茄牛肉丸子来点豆芽丝。鹏哥，你几几年的？就像我外婆，我外婆她60了。好了，不要聊天了。干了这一杯 ，Goldman Stay。星期五晚10点。哇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哇。好开心啊！让我来想办法。中餐厅智能团出动，我们把酸奶挤出来，挤调碗里面。我们店里搞活动。不，你们想那么久？哎，对，阿姨 ，OK， 那你就。